嘉瑜 OK 啊，我很好，因为我这个是万年不败的白色。你刚刚去门诊的不是，而且那个须须把它剪掉，须须是流行，须须是流行，就那几根哎，我要过来再让你们看清楚。我跟你讲，这而且是护理长，不是，你知道因为。白色这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气色，或是今天我平常没有化妆的时候，它也会让我有好气色，就自带反光板的感觉，才会不吉利。如果他觉得你气，你看，如果我穿牛皮纸袋的颜色，我看起来更辣，好像是。对，然后如果又没有上粉底的时候，然后而且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就是要年轻青春，所以就是白色的阳光配上。请问一下那个打点滴的在哪里？比较宽，发型很像护理长。对啊，对，他就是很像哎，我一个就是，我觉得是因为我把它弄得很宽松。如果这件衣服拉出我腰身，还是护理长，有腰有身还是护理长？他有腰身之后，好啦，很像护理长，顶多就是坐月子中心，坐月子中心的姐姐。哎，有哎，像婴儿房洗婴儿的姐姐，对，哎，很像洗婴儿姐姐，洗婴儿队，对啊。是，这是好，他的问题。因为知道那个嘉瑜很喜欢那种护理型的衣服，所以我有老师他很暴力的，他玩电玩是玩暴力的那种，就完全跟他的这个长相就是不一样，人文这个是啊，这个就文青长相完全不一样。他穿家太女神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他天生这种脸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对衣服啊。你有些朋友没有深交，我们就一定要让他觉得我们这样子是很特别。我刚刚讲我太喜欢穿那种护理系的衣服。所以如果假设这种条纹它还是那种宽宽型的话，它有可能是被归类为怎么样，护理系或者是睡衣系啊。但这件衣服呢剪裁很特别的地方是让它有流行感。好，它有几个穿法，像这里呢你看是两个衬衫袖，对，后面这个这边也是衬衫袖，手腕伸在哪边，对，你可以绑在这里，它可以遮住我的手臂，可以遮住手臂，啊，这样绑对不对？好，另外一边呢，这边呢，你看它也是两个袖子哦。对，这个袖子呢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有没有人想到？穿到脖子。穿到，好，我们试试看，穿到脖子。好，你退下。就是也可以啦，就是可以哦，老师讲也可以啊，是腰的，腰上也可以，对，也可以啊。但是这个呢，老师遮肚子，这样也这样也可以耶。但是这样你在绑的时候，这可能就会有些问题了。其实这个真正的是到腰这，哦，做一个腰线，对啊，做一个腰线的，好有趣哦。你看是不是变很淑女？对呀。然后这个你扣子，你扣子可以打开哦，变得更随意性啊，所以它好几个穿法，放下来又很有个性。而且它是衬衫的，它是衬衫的衬衫的料子。像这样的呢，除了呢这个鞋子之外，你看这双鞋子它也是跟一般的剪裁不太一样啊，它的这个切割线条啊，我故意用这种条纹的跟这个上衣的条纹做一个呼应啊，但是你也可以跳色，好色，对。墨那个叫什么？竹竿地红，勃艮第红，这时候就要变勃艮第红。对，这一集询问度最高就这双鞋了，真的有可能啊，什么都可以很好搭配。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变个性一点，再来就是这一双鞋，我们就可以变个性一点。你看这整个就变个性一点，对，打电玩就很适合，就有那个很科技感。对，好，那回到这个，假设他还是很喜欢护理系的衣服呢，我这里也有一个，有，还好，但是如果是他穿这样，我们愿意给他打针。你给他打针，对不对？可以打针吗？不要以为我只有加一个项链哦，好像点缀而已哦。这还可以穿法，来，你帮我拿一下哦。我们把这个裙子穿在它外面，这假的，然后露出下面，露出来，在外面吗？真的。然后裙子透明这样，是好有遐想哦，真的，你一定又要想加那个蕾，对对对，下面透明蕾就可以加我刚刚那个黑色蕾蕾，可以吗？你那个黑色那个透丢是？对，真的这样穿吗？有我在的时候可以不要都出现，好有趣哦，扎进去还是扎进去啊？就这样穿，扎进去松松的，你让它有两个层次感。你看这边还有衬衫，那下面都不用穿了吗？对，不用啊。因为这个你到底有就不会曝光了，你们听懂？这衬衫就穿在这里，哎，亏我还以前做你的唱片做了，就是这一条
裙子是穿在衬衫的外面，外面围着外面，所以呢，它这里还有细节，它会透到你这个口袋这个部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多余的部分呢，它就变成一个绕出来一样哦。对，多余的部分你看，它就变成衬裙是掉出来，对，变成内衬的衬衫。好有趣哦！这个鞋也是，你现在这双鞋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耶，勃艮第鞋又来了，也可以哦。鞋子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哇，灰阶跟这个勃艮第鞋，对对对，好搭哎，灰阶配起来真美哦，真的真美。这感觉是约会去。解构剪裁的衬衫式洋装不但有多种穿法，更为柔美的款式增加了一些个性，再也不是护理长了啦，是女神。